去往后面看。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众生会不会执着有和无，以为法界真的有没有这件事哦，所以他会建立无想果报，他是认为法会消失掉。可是这个法是空性的东西，有没有办法真实消失？没有。所以果报里面会依你的果报心看到这个东西暂时消失，可是这是空性的本质还是只是幻觉？幻觉。所以无想果报仍然是一种错误的看待现象。同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一般修行是看待精神是幻觉，而不是灭它。各位，精神会活动是因为什么？实有性。你看待它是幻觉，就是什么？以智慧开始修行。有一天你的执着会不会对精神和色消失掉？那叫做成就，知道吗？同学知不知道修行并没有那么大的距离，只是在一个念头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看待这个东西知如幻，知他身心是幻觉，他就次第建立如幻的三摩地，就是空性的定啊。各位，如幻三摩地我们暂时不要分，因为它跟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有关系，可是没有意义分，因为它 目标是什么？不再轮回的极境。同学，极境恐怖还是存在恐怖？同学，其实你的存在就是它的极境，所以它才是一切皆知的，它是要说遍知法界的，知道吗？你现在的存在是因为你不了解原来这即是极境，所以它为什么能够遍知法界一切众生心一切什么？这是因为你现在的存在是他们称为的极境，但它却不再有轮回的现象，所以他们才叫正遍知，知道吗？遍知法界哦。所以同学不要以为他关在一个牢里面什么不知，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法界没有无，众生就是解读无才出了问题，知道吗？然后所以很多学佛的人他以无来看待这个生命现象，只要人对法性有错误解读哦，他一定在轮回的现象里面，知道吗？所以有些人他会进入什么无想定、无想果报，这是因为错看。所以你一定要正确看待精神不可得，知道吗？不可得不是没有现象哦，有现象，但是无法抓取。就像这个灯有现象，无法抓取它的实物。各位，如果你这个有现象无法抓取实物，这时候这个灯非什么？就像这个倒悬，非你的精神，也非实际的设法，你会忽然想去攻击吗？不会。可是实有性就会咯，知道吗？所以同学，真正的无明来自什么？实有性。楞严经一直在强调要看如幻哦，要看如幻。那他又讲阿赖耶，又讲藏识。各位，我们刚才讲藏识是空性还是空性？空性哦，藏识又可以叫般若，又可以叫真如，知道吗？这空性能分你我吗？不能。所以空性的本身没有你我，依着藏识而有的波。各位，这时有你我吗？有。没有哦，就是没有你我。所以阿赖也叫做交缠识。各位，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事是有你我的。同学一定要建立不能有你我哦，只要一建立你我，你的 学佛的过程就停掉了。有波，不是夜风吹才有波，同学，师父刚才讲祠堂的那个坡到底是谁？执为实有。那你能说执为实有的这是谁吗？不能，因为一切众生执为实有，坡就会交缠。各位，祠堂上有没有很多坡纹？各位，这个坡纹本来连水都不可得哦，就是空性，我们叫做什么？不可得空。可是现在恰是见水了，众生也恰是见水，时可得了嘛，在水上见到波，那波是谁？只是交缠。所以同学，你的阿赖耶不能变成我的阿赖耶哦，修一修又有一个主体跑，同学不能啊，越修就会越什么，你的阿赖耶东西不要倒到我的阿赖耶这边来，
因为你的种子熏到我这边，我到时候就被你拖的，同学就会变成一样的问题，知道吗？所以同学到底听不听懂师父在讲什么？同学刚才哦下课拿着便当要去吃饭，你说，同学真的是哦，师父看到有多羡慕，知道吗？啊、哦，同学就拿着便当哈，请说。我如果如幻的话，可能就尿裤子了。比如说现在身体在发烧，我如幻的话，我可能错过了就诊的一个关键期。是是。所以我的疑问是，哪些是属于法性现象？是是。它就是这样子。是。那哪些是属于我要转世成智？是是是。对，这个是我刚才提到说。那个 key point， 然后怎么样就很快的那个就转过来。同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同学，你不是一切行为都会引起轮回。各位，你的一切行为都会引起后续的情绪，还是不会？各位，为了尿尿这件事，会不会刚才记得？我刚才尿尿的感觉不会哦。真正会有情绪，一定是强烈的执着。各位，会残留情绪的东西是你要修行的东西。各位，日常生活的许多其实你不一定会产生情绪，你也不会希望再一次。像肚子饿的感觉，你下一生会希望为了肚子饿再来一次吗？不会。可是吃过美好东西或是你的食物被抢走，那有可能会引起情绪。各位，真正残留实有情绪的不会是这一些，除非你会的话，就要什么留意这些行为的情绪了。可是多数的会不会？不会。好比说，各位讲生病，各位有时候你的生病在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严重的，因为他没有知识。可是你具有知识资源，还有什么？你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严重性的？也许有时候你就宁静一下，多运动，多喝水就过去。各位，这时候你会不会产生情绪？不会。可是你有知识资源，所以这时候你要自己判断哦，知道吗？真正会残留那种强烈情绪的、不满的，或是将来我要如何的，就是为未来追逐的那种情绪要丢弃。各位，你曾经做过的，你去忏悔，就是为了告诉你过去无所得，还是过去时有可得，越忏越想哭？无所得，各位，你越哭越严重，果报越强哦。各位，你越后悔，你忏完就要放一下情绪，这样。不要，有些人我看他忏哦，他有一包面纸哦，从那制香完毕，面纸已经没有了，要换一包。同学，他以为忏得很干净，将来受报会很苦，知道吗？情绪一定会引起你受报。阿瑟四王还记得吗？各位，他长那个全身溃烂是来自于对他父亲那个行为的后悔，变成情绪了。各位，那个各位所有的后悔都不能变成，只能短暂，但是你最后要消除，是不是这样子？各位，生命如果实有的话，你应该为此流泪；生命不实有，你为此流泪，你将继续为了那个情绪相续的后续，明白吗？所以忏了就好了，最就近的忏是密心了不可得才就近忏嘛，还有可得不是就近的忏悔，知道吗？所以同学一定要记得哦，要检查自己，不能问是这个没有定则，这要看个人哦。有些人很执着洗澡，有些人执着不要洗澡，但不一定会变情绪，知道吗？有时候他会不洗澡不舒服，像有一位阿罗汉，不穿好的鞋子不能正果。对，师父也希望是这样的。同学，这个只是他不会成为执着，是一种他此时或是一种惯行的。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会产生强烈的？有可能，像那位阿罗汉，他变成强烈的情绪不舒服，世尊让他情绪平稳，他快速的什么放下执着，这是他不一定哦。所以同学不要以为做得越苦，我越有修哦。
各位，你如果要做得很苦的话，要不要拿铁锤砸自己的脚趾头，然后顺便去进行？所以不能用越苦来代表自己的。各位，修行跟这无关，跟放下有关，跟你的行为那些没有关，知道吗？你可能在吃饭，吃饭可不可以学放下？可以。可是你执着行为才叫修行哦。以后你会困在这个观念里，它也有果报，知道吗？困在观念里也会在那个处所出生，知道吗？所以同学不要以为我有一个很好的观念我就叫，各位修道没有事才叫修行，修道还有宗教的那种种种的不叫修哦，你只是小学生在建立，可是你在死前一定要放得下哦，知道吗？师父，如果他困在一个观念里面，他认为这个观念让他生活更好，又很道德，但是他没有情绪。师父不问这个问题，师父问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有些修行者会有时候会做梦，梦到一群人在念经，然后他忽然反过来说，你念什么？你做什么？各位，那个地方叫冥界，死亡之后大家就去灵界嘛。你的心胸如果开阔，包容一切，你将在殊胜之处。各位，你看到那种奇怪的人一整群坐在那边念经，然后他们每天在念经，你会以为那很有修，不是，他困在他的观念里。各位，我们不说身，很多人困在观念里，尤其宗教徒。各位，基督教一直觉得你不受洗，你就不会被得度，他们也会困住哦。各位，法界是叫你包容，不再敌对的。你一定要学法则，不要学宗教残留的东西。师父所指的困是指被观念，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假设有一个人，其实刚刚听到师父的概念里面说，佛法最好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幻化？当有烦恼、有情绪的时候，不是幻化，一切对心都这样。你看着你的心，无论它升起，都知那是幻化，就是智慧心恒心，就是一切实行幻化者。对，那就是毗婆舍那，一切行毗婆舍那者。同学这样明白一下，所以同学不要把修行看得离生活很远，然后不要宗教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困，你一定要宗教打开你的心胸，知道吗？心胸能打开，你不要觉得说哦，我是什么的，我必然什么，不应该。如果你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开阔，你的宗教一定会帮助你。那如果你的宗教一直变成狭隘，敌对性出现了，然后因为做什么死后必然什么，盖个往生被死后就要去哪里，同学你的宗教一定会害了你，知道吗？所以师父死后要盖什么？同学帮师父铺一个被子吧，哦，连一个被子都要省。然后我们继续看哦，同学一定要放下执着，知道吗？宗教给你越来越多问题，什么死后要找几个人念经，同学真的会害死你哦，知道吗？你会等待，各位在等待的时候，你留恋在这世间的等待，你将后续一定会继续，你一定有后面。四月四号要不要回圆光吃拜拜？一定会的，知道吗？同学为什么听到吃拜拜那么开心？因为快要拜拜了，对不对？师父的定力很强。师父的定力。听力很好。哦，真的。听力很好。我师父的听力特好，对不对？很好。嗯。师父不知道怎么接了。你应该赞美的是师父像黎明，不是听力很好，知道吗？那种智慧啊。对。是智慧的一种。远离于断肠，对不对？各位，为什么要远离于断？各位，断是就是消失之后。各位，原力到底会不会消失？原力总是跟着原生法。各位，今天一个法哦，出现的时候有没有原力存在？各位，消失有没有原力？有哦。各位，法界没有无，就是这个道理。各位，虚空什么都没有，有没有提供原力？有哦，对法诸法提供原力。
各位，我们法界实在没有真正叫无的，可是随顺于众生，所以说有无。师父现在问各位哦，一个球把它丢往上丢，一直往上丢丢丢丢丢，各位哪一个地方叫最上？只能说停顿的那个时间是吗？各位，停顿真的有刹那，还是只是什么？停顿真的是有那个刹那，还是没有那个刹那性？各位，停顿有没有刹那性？各位，一颗球有没有停顿的刹那性？有刹那性还是没有刹那性？没有。各位，绝对不能有刹那性。各位，没有一法那一刹那要能够实有性哦。如果你把法的刹那是实有性，你就有过去、现在、未来，因为你要实有才要占据。各位，为什么不能空性不能说过去、现在、未来？各位，涅槃是不是能知过去、现在、未来，在顺现前即知，而不是真的到过去、现在、未来知？各位，因为法不能占据性。同学明不明白师父的意思？法如果存有占据性，三世实有。法有没有真的占据性？没有，所以一念即三世。同学这样懂不懂意思？你现在会觉得你生命一直在跑哦，是因为你的记忆力，你每一个记忆都当成实有性。各位，你知道那是幻化化，你会发觉三际即一心，你会发觉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什么是实有？在时间上，佛法中是不可以获取的，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众生活在这世界上，有没有感受到时间？有，那就是他的无明。同学有明不明白？无明一直一直让你感受这个世间。同学。看师父的眼神，为什么如同想吃便当的眼神？很专注啊，这是专注的意思啊。那为什么刚才会拿着便当出门？请说，请说。师父，我的疑惑是这样，就是说师父刚刚在提到的那个，看起来好像是提醒我们有关时间的这个部分，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呼吸好了，我的吸到吐，我中间在那个转换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有个空隙的，但是比较不会是提到的那个时间的部分，也就是说在现象的部分它是有个空隙的，所以球的那个最高点会不会其实也是有一个空隙是转折？是。那师父现在问各位哦，你现在感觉在空隙的那个阶段，风大还在活动吗？有，只是你没有感受风大的活动。所以各位，你是用感受来建立断断续续的一个一个量，还是真正的实有性感受？感受，各位，那不是实际的。各位，你的感受事实上是心和色，还有你的身体根本嘛，是吗？可是师父问各位，在你感受到停的时候，风大真的停了吗？没有。那你说的中间那个停顿在哪里？各位，没有哦，原力真的没有停顿处，知道吗？可是你建立的概念的量会觉得有。比如说我的手拿到这边就好了，各位，当我的手这样拿到触碰到的时候，诸法人在动还是已经停了？人在动哦，只是我的感受说到此处我停了。这是建立概念还是实际吧？实际。建立概念，所以概念不是真实。同学这样明不明白？你不能以建立性的为真实，所以诸法是建立性的还是实际没有真正停的？没有，没有真正停止哦。各位，如果诸法真的有生住灭的那一刹，真的实有哦，这时候如幻就是虚假的，知道吗？他就真的不能见到住的那个地方，没有那个地方，
由于概念性好像有这个东西了，最多就是这样。想象的。对对，假想定义的嘛，是吗？同学到这边了不了解？同学今天的佛法这样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吗？为什么听得懂说要一直摇头？同学为什么每次说听懂的时候都会先摇头？对，所以要远离于断常。各位常是什么意思？恒有性的。各位什么是恒有性的？各位原力是恒有性的还是不恒有性的？各位如果一法能存在哦，就原力就变得恒有性。可是法界的原力是变异性的还是恒有性？所以你不能建立法是实有性，你那一刹那都不能用，否则原力不会变化。各位有一刹那实有，就不会有变异性的缘了。同学，缘是一直变异。各位，你的身这些东西是一直变化着，还是一个法之后停顿了之后才下一个？一直变化，所以没有真正的住处。各位，这时候才叫不可得哦。所以断与常，因为没有那刹那的实有性，断常不能建立。同学这样了不了解？同学你学佛法，我不要一直想很多，就在那新的那一个时间就是了，知道吗？你想的太复杂，它会变成什么？哲学。也不是哲学，你会一直困在一个地方，一直围绕，会有地方过不去，很多烦恼。对，你会觉得明明实有，为什么又要变异？知道吗？为什么第二刹那它一定要变异？因为它非实有，就是非实有才叫做变异性的吧，不实际的吧。会自己打架。对对，会自己打架。我会有时候想一想，我到底要天台的，还是唯识的，还是什么般若的？各位，这是因为你不了解，你在每一宗都建立实有性，知道吗？你等一下看了楞伽又实有一个，楞严又实有，等一下你一修行就开始打架了。那些高僧他们研究了一辈子，所以跟各位讲，不要长太高，知不知道？像师父这样没有那么高，就不会卡住了。长太高妨碍修行。你看那个高个子，自己注意一下哦。所以同学不要生气啊、哦，我师父随便。因为怕同学想睡觉了，知道吗？因为师父讲话有点无趣，对不对？可是同学有时候要打起精神才比较听得进去，知道吗？远离于断常，所以同学，什么是断常法？就是实有性。各位，这实有性你不能建立，所以有时候会问：三世是刹那有，还是只有住？还是生住灭皆有，还是无住只有生灭？同学，这三者皆没有，同学不能建立。但是依众生表示可以建立，为了表示啊，你不说过去法灭，众生却觉得有过去，所以你不能说缘即是如此。无相的缘本来就没有推己，众生心在推己，你的概念在推，可是你众生就一直执着有过去，他只能说过去灭，所以现前生，所以才会有一种观念，要什么东西保持过去业。事实上没有东西叫过去，可是你为了要满足众生听法嘛，是吗？只好拿一个阿赖耶在好像储存，说过去业被谁保存？阿赖耶，众生就欢喜，知道吗？事实上法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法性现象。同学这样了不了解？楞伽经就是一直想告诉你这一点啊。可是众生人有执着，所以一开头就告诉你他看到的一切就是这样子，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一些概念。可是陆续佛陀就会为了解释众生疑嘛，所以就开始大量解释。可是大量其实有好处有坏处哦，众生有可能在诸解释中又凝结实有性了。所以一开始师父才跟各位讲什么？一切如幻的，绝对不能在佛法中建立实有性哦，不然会变执着了。同学这样了不了解了？
世间恒如梦，各位，它不是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吗？般若经大概都是以这四种来比量啦，比喻啦，因为这种如幻性很不好讲，只能以什么世间的这些什么现象试着比喻，真正的法性就是这样子，它没有办法建立实有，所以你不能建立生住灭，不能建立断常，不能建立什么，那你一直一直以为生命死了就没有了，什么东西会坏掉就消失了，同学，你的消失和升起似乎是什么错误的，你说过去有现在没有啊，刚才师父说过去和现在在同一心哦，可是你现在会以为是过去现在未来是不同，对吗？这就是因为无明的力量，所以同学一直觉得有活过无量劫，有从此处到彼处，同学事实上没有去过一处，也没有活过一刹那，知道吗？就是这才是告诉你，你不知道为了什么一直在梦幻中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各位遇到这样的人，你会不会升起大悲心？会，知道吗？所以佛陀对我们有没有升起大悲心？有。各位，我们活得这么精彩，有没有很悲惨？有。啊，昨天还在笑，今天眼泪流。知人法无我是什么？各位，什么是知人法无我？各位，人无我和法无我是什么意思？我知法执。对，各位，什么是法执？诸法的实有性，各位，法执就是诸法实有性，一种是心的自我性，那是人我执嘛，还有诸法的实我性。各位，如果你对诸法的缘起不够深入，对诸法仍然会建立地性上的有，或是什么水火风，它从哪来，它将去哪里，各位，这些地水火风的来处去处实有性，还是它本来就是空性，没有来处去处？空性。所以世尊通常都回答你，涅槃你就知道，涅槃不是真的知道什么，各位，不像你说哦，知道他明天要去吃饭，或是知道刚才同学拿着便当要去赶吃饭了，不是这样的知道哦，知道就是知一切如幻，同学明不明白？它不会变成实有性的知，同学这样了解吗？同学，师父刚才有没有第一堂课就说他这些赞美句就已经点出众生的无明了？有哦，同学一定要记得，你的修行一定要在这智慧处下手，你就会修。如果你以大量的推理，你会找不到修行处，知道吗？所以是什么人法无我？各位，什么是人无我？把这个五蕴身心组合起来的现象当成一个主体，那个就叫做什么？我执。第二个就是法界的一切，像虚空啦、啊、法的生住灭啊，有刹那可住，就是什么？法的实有性。各位，这两种哦，如果你真正获取般若，会一切皆不可得。所以人法皆什么无我，我就是实有性的意思哦，实执实有自我可主宰的都叫我，知道吗？同学不用这么尴尬的点头，知道吗？同学已经很悲惨了，同学没有办法，因为佛法就是这样嘛，是吗？他明天之后变那个图像的那种解说有图片可看，同学心里会快乐一点，第一天痛苦，第二天就快乐啦，不要这样了啦，知道吗？所以同学没有办法，因为佛法比较接近什么精神的啊，同学要理解它，就会变成一直打坏你的固有的观念。如果同学固有观念是真理的话，现在有那么痛苦吗？就不会痛苦。就是因为固有观念夹杂着错误的实执是吗？所以才会修行会有感觉痛苦，知道吗？还有什么？我要等死了就一了百了，他们不能没有时间哦。
你对生命时间的长短时有性，能脱离轮回吗？不能。所以师父一直告诉各位，法不能建立刹那有，知道吗？般若就是连刹那都不可得哦，知道吗？所以烦恼什么？还耳厌，耳厌就是所知啦，还有境界啦，就是你现在的所知啦，还有境界，就烦恼和这些境界，常清净无相。各位，为什么是常清净无相？各位，你的内心的相是什么推起的？烦恼推起，还有什么习气推起，还有未断的无明推起，还有行业推起。各位，就最多这四种会推起内心，所以同学们不要一直要停它，你只要没有灭除什么，它就会还有。所以阿罗汉在此生还有没有心念？有哦，因为他的行业还有他投身的行业结束了没？没有啊。所以他各位心念不是轮回，所以不用停。真正要停的是实有的执着。如果你一直见心念如幻，身体如幻，一切如幻，你念念皆是极灭，念念皆涅槃，知道吗？就是有余一涅槃，知道吗？有余和无余叫舍报，知道为什么分有余无余吗？因为舍报前被这一生的行业干扰，你能骗知法界吗？不能。所以在有余一哦，你有这个身体进入了灭尽定，你还是一样无所知，只会心念不生。一旦一舍报之后，反而会骗知法界。所以同学，有些人拿着再生的处境来说啊，涅槃是不是如此？不是，极尽是如此，可是骗知不如此。因为有余和无余差在哪一个地方？色身。各位有色身就有幻觉，你一定有幻觉。各位，即使佛陀这个色身幻觉消失了没？没有哦，他只是不会执为实我，知道吗？所以同学不要以为佛陀说一切皆知，没有人能够一切皆知，法则必然如此。同学，为什么法则必然如此？如果是你啦，给你知你的明天后天，你都安排好了，预算好了，各位，你会不会进步？不会。你每一次的理解都一样，你都预先准备好。各位，你每一次遇到事情的方式一不一样，所以你才叫进步。所以法则中绝对，你只要在这轮回现象，你绝对不会知你的未来，可能可以修到知别人的未来，但是绝对不会知自己未来。同学懂不懂法则？法则就是如此哦，不能自己假想的，知道吗？因为假想跟法界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会乱修啊，是吗？乱修会不会变成打修？打广泛的修嘛，是吗？不是那个打修，同学干嘛要这样子？常清净无相是吗？所以同学为什么会清净无相？没有，各位不是没有这个形象哦，而是没有实有性叫无相。同学，这个形象消失的不叫无相。是没有这个相叫，同学知道吗？这里的无相不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而是于一切相非实有叫无相。所以般若有没有真正的无？没有哦。同学不能用我们的无来说这无，于相离相叫无。同学到底懂不懂？于一切相离实有性就叫做无相。所以般若的无相是没有相还是没有实有相？对，跟执着有关，所以跟有没有无关。师父刚才说法界跟有没有关？没有哦。所以不是相的有，也不是相的无，而是有心却无实执，叫做离心。同学懂不懂师父在讲什么？
同学自己选楞伽经的，不是师父选的，要怪怪又嫌不是。对，同学了不了解意思？佛教一直讲的无相，不是没有这样，所以打坐打到无相，是于身心皆无所得，叫无相，知道吗？而不是希望什么都没有叫无相。同学一定要分清楚哦，不然到后面就会又凝结成什么实有性。所以常清净无相，就是对于诸心心所烦恼还有所知，常常什么无所得了，他就是常清净无相，而心大悲心，就说依着这样啊，就是依着真实的空性啊，而升起的悲心，知道吗？所以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各位，什么叫做一切无涅槃？各位，所谓的涅槃，各位解读的涅槃是什么？诸法的消失，是不是叫涅槃？身心的消失，不是哦。各位，事实上涅槃即是法界，所以涅槃有没有离开法界躲到另外一处？没有。可是它却不跟随着如我们般的翻滚投生，所以它即是法界，法界即是它，但它却不是任何一物。所以涅槃能不能形容？不能，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哦。所以同学现在要理解涅槃会比较困难，有一点像是什么？即是法界却无相，对，无相又不能说。你现在有没有轮廓？有，可是它即是一切却无相，所以即为到广大的法界皆是，就是维系的一粒粒子，直到广大的法界皆是，所以既不能说大或小，也不能说遍布不遍布，它没有距离，没有这个，那就叫涅槃。可是却不是没有这一切哦，所以涅槃能不能知一切众生？可以哦。谁觉悟，谁不觉悟，谁已经导向什么，他如实知，知道吗？所以涅槃又不是不知，可是在此生还有这个身体得到的涅槃，会不会骗知？不会，所以才分成有余和无余。同学懂不懂这意思了？佛教分任何东西，都是因为功能上的解读，不会无缘故分哦，不会因为他还没死叫无余，死掉就是不，还没死叫有余。五春哦，台语叫五春哦。你看师父的台语很强哦。同学一定要记得，这跟两位阿拉汉有关，就是一位阿拉汉他证得的时候，会问他说：“佛陀，你怎么知道比我多？你佛陀是全知吗？”其实不是，只要有这个设法，没有人能得全知。同学这样懂不懂意思？所以知有范围，不会全知。所以同学也不要修行，一有智慧就要知什么，也许毫无所知，跟你这一生的行业有关。有人修行，修。他因为常常禅定，变成色界业果，所以有时候会知道一些事情，知道吗？那都是果报。所以各位，知道事情跟修行程度有没有关系？没有哦。同学不要把那个什么神通哦，还有什么当修行哦，那是果报，跟你这一生果报一样。也许过去修此生感果，也许此生修未来感果，也许因为空学空性而不感世间果，所以修行跟这些作用有没有关系？没有哦。各位不要拿你这个人有没有观察哦，有没有他心。同学你用这个来观察，你会把业果当修行，那是轮回的无明，知道吗？你把果报当成空性了，已经走错了还是走正确？所以有些大阿罗汉他到死之前都人不知，同学他的内证却高，所以同学不能不能用这来判断？不，不能哦。同学这样懂不懂？同学如果你这个判断哦，
一下第一个就走错，知道吗？那能不能用高矮来判断？可以哦，长太高的都会走错路，知道吗？所以而心什么大悲心，所以一切什么无涅槃。各位，事实上涅槃是在你生的时候，你会一直以为舍报舍什么东西与法界就无关。事实上涅槃不长这样子，它即是法界。同学明不明白？但是却不是法界的任何。各位，你今天的根门涅槃者可以以你根门为根门吗？可以哦，同学，他即是法界，所以同学你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叫涅槃，所以我们现在猜测涅槃是不是以无和有来猜测？是，所以你说的涅槃仍然不是如你说的，所以可不可得？不能哦，他即是般若。各位，你现在看到的般若跟涅槃是一样，以知来说不同啊，因为它分成有余，那是法则。各位，三界就是一个法则，这样佛陀只是理解这个法则，看透了这个法则，不是创造哦，知道吗？他只是发现了这件事情。同学到这边了不了解意思？所以一切无涅槃。各位，什么是无涅槃？因为如同刚才一样，并没有那消失边可得。各位，法界一直没有有无哦，同学一定要记得，即使谈到涅槃，如果你的涅槃谈成为无，你会以为涅槃被困在一个地方，而无一切有。各位，涅槃是一切有，各位，那才是真正的广泛，就是一切的，知道吗？可是众生会听成什么？远离了三界，跑到另外一个无处。各位，没有那个地方。众生就是因为有无，才会一直把教义解读成什么轮回的假想，知道吗？所以同学有很多人会说很怕涅槃，你又不怕天界，涅槃比天界殊胜的，你怎么不怕天界？同学就是怪里怪气，说我还不要涅槃，一听到涅槃我要哭了，我没有下一生怎么办？同学你都是搞错了，知道吗？没有人看到涅槃想回头的啦，知道吗？那里的风景，你在这一生哦，如果你有得到灭尽的能力哦，还不是真的舍报哦，那时候涅槃到底有多快乐，知道吗？还不是全知的快乐哦，那就已经快乐到不知道该怎么讲，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到底有多快乐？同学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对不对？其实真的很快乐，知道吗？所以同学不要去假想那一切，知道吗？你要知道，我们被那有无观念困住，所以才会猜测它什么？它不是你猜测的一切，没有证入涅槃，你绝对猜测不到，知道吗？这是必然性的哦。还有什么问题？同学现在的表情好像是便当时间快到的那种表情。所以无有涅槃佛，各位什么是佛陀？各位其实就是觉悟法则。各位，这整个法界是一个法则哦，是一个慈悲给你学习的。各位，没有法界，没有人看得到法则，只会在梦想中。各位，他要让你理解什么叫法则，才有的现象。所以你不要厌恶现象，各位，这是慈悲心大悲心而有的哦。这个法界真的是心大悲心而有，你要把握。你看到这个世界有没有地球会旋转，有没有龙卷风会旋转？它告诉你，所有东西什么会凝聚，皆于旋转。即使是一颗微尘里面最微小的，它一定要有东西在旋转哦，知道吗？他各位，你现在存的地方就能理解法则，需不需要靠天眼去看好多好多地方？不需要。各位，这就是法则的慈悲，这才是真的大悲心。师父不好意思解释大悲心是什么，大概解释这样，知道吗？
因为大悲心，如果你真正困在自己的梦想中，无数无数的时间只会在长夜中叫唤。各位，有了这个世间的现象，你不要以为它真的是很苦的哦。过去诸佛都依这法则，所以这个世间不是无缘无故有的，知道吗？同学懂不懂意思了？对，师父等了好久，好吧，那我们自由下课，阿弥陀佛。就去用餐，那用餐就要在假日同学班的上课的地方，就是二楼，就是药楼二楼，下午一点。